英语国家新联盟奥卡斯支持澳大利亚舰和潜艇，法国感受到了伤害。本周三，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·莫里森在其参加的视频会议上发布声明，澳英美将在国防安全领域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，其重点是印太地区。该计划被命名为 AUKUS。AUKUS 宗旨是深化技术、科学和国防合作，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。英国卫报认为，官方虽然没有提到中国，但对 AUKUS 打算遏制什么样的力量是没有任何疑问的。他在推文中说，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正在撤退，以及声称华盛顿不是可靠盟友的宣传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答案。